给你重手气功，发气功。哎呀，看得到啊，看得到啊，来啊，来啊，差不多六 HP 爆逼了吧？六 HP 爆逼，我留一个位置给你，我留一个位置给你。哎，对不起。来啦，换了新椅子的第一场，哎，我怎么十连胜啊？好啦，换了新椅子的第一场，我看你是要死啦。哦呦，完了，这个会玩。哎呀，还好我看得到。嗨 ，OK，OK，、okay. 不解摔啊，不解摔啊！干，靠腰，完五 HP 大头变二 HP 啊！啊不嘞，还敢不解摔？啊不嘞，还敢给我不解摔？而且这是 VT 二哦。欸 ,VT2 哦。那我刚刚那个 V 好像不应该回去，我刚闪的时候用那个跳感觉不错。嘿。嘿，不解摔啊。还不解摔啊。你还敢不解摔哈。哎呀，我真的好会打毒药啊，真的受不了哈。软软的啊，欸我。啊，上次要弄个新战歌我忘了，等一下去弄一下。上次想起来有一个新的歌，感觉不错，应该大家听一听能知道说，哎、欸，我以前听过这首，但是忘记了啊。等一下去搞一下。嗯，Round one, fight.那你啊，走到不要盖头了。他其实弄得很少，解摔的很少，不应该那个的。你解摔的那么少，你是当我生怕人家不知道？哎、欸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哎、欸、呀，我跳、哦，哎、欸，好摔，完了！哎、欸、呦，不，哎、欸，运气不错，运气不错，他自己耍白痴。那、啊、你还敢耍白痴？延迟一下。哎、欸，能得起大哟。你还敢解摔？早就知道你要解摔了，哈！哎呀，你那么少解摔，关键时候又要解摔，真是的，你的表里不一啊你啊，表里不一啊你啊！好了，秒杀他，凹你一下，哎，这样还打不到，再凹你一下，摔你一下，摔你一下，我知道你要暴毙了，哎呀！我还不了解这游戏吗？不敢动，动了我吃屎！哎呀，太神了！这游戏就是这么简单啊！这么久没玩了，我这游戏还是一样。哎呀，这种动作太明显的都成不了大气，真的。哎，要你嘛，要嘛你就多解摔嘛，就不要解。那么要有时解，有时候不解的，然后那个那么明显，真是的！哎呀，我应该之后再找回放来看啦，因为那个。这一次的那个杂鱼真的太多了，我真的看得很生气。纳尼？我看得到6 BS 啊！哎，对不起，你还敢跳啊 ？B 闪！哎，运气不错，跳！哦吼！啊哈！啊哈！他说要中断了吧？哦哈！哦，好了，大概下载完了。为啥这是杂鱼那么多？因为这一次它的方式有点奇怪，它就是分给世界各地很多名额，让你们各区去选这样。这人，蛮凹的，插盒，嗯，没插到，嗯，但没打到。哦吼，赢了，赢了。哎、欸，凹你一下！啊不呢，这个花器不会死。好了，他应该会解摔，你们信不信？解摔！哎、欸，我还 B 闪呢、啊，白痴！哇，这游戏是真的
我刚狂按 V 闪，我再给你们看回放。我狂按 V 闪啦，我知道他用那个中德想要捋针，因为那个打不死。白痴，我狂按 V 闪的还能被吃掉指令啊？哇，我真的傻眼呢、欸！啊，我真的傻眼呢、欸！哇，这白痴东西，这白痴伺服器，我真的傻眼。我刚刚是狂按 V 闪的、欸，我刚在被肘击打到瞬间，我是狂按，我起码按了五次。我等一下看你这个，我给你们看回放。哎呀，稍微认真一点了，本来想到这个轻松打。Round one, fight.我，他为什么都不抓我 V 闪？然后你不解摔那么明显，当我不会玩是不是啊？你当我不会玩是不是啊？摔死你啊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爱你。啊不呢、啊？好了，好像又不用那么，好像又不用太认真。好像确实是不用那么认真，轻松一点打应该就没问题。你还敢不解摔啊？第二时间速点，解个摔，哎呦，解个摔了，解个摔了，哎呀，早就跟你说啦，刚漏完啦。靠北，你哎，我噎死啊！哎呀，白痴，啊不对，哎呦，哎呀，受不了，我噎死啊！Hello， 安安。有啊，我半夜早上的时候开台看循环赛啊，看一看差点生气啊。没有，已经生气了，太多杂鱼场了，真的。就跟我平常不太会看，就是很一般的 CPT 一样啊。我要么都是顶多冠亚军在看，或八强在看。他那个比赛就跟那个有一些比赛就跟 CPT 的，就可能前面的铺我差不多的感觉，你懂吗？就是我看的会很生气，不是很想看。你还敢出啊？第二时间，哎呀，我知道，赢了，不解摔，不解摔，延迟一下，花这个后摔刚好不会晕，他妈的弄错了，来，这个偷偷 reset 好了，反正他不会解摔，你还敢不解摔？哪尼？给你重手气功，发气功。哎呀，看得到啊，看得到啊！你还敢重手气功啊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我练的，这个我练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插招全世界没有人做的比我更好啊！这重手气功插招我练很久啊，我练了大概五分钟。第二时间速点，哎，看，哎，这个香杀，哎，不解摔哦，解了，对不起，给你。他为什么都不抓 V 闪呢、啊？我刚前面 V 闪那么多次，他一直都没有想要抓。来啊来啊，差不多6 HP 爆 V 了吧？6 HP 爆 V， 我留一个位置给你，我留一个位置给你。哎，对不起，真普林。哎呀，真是的。我想要留一个位置给他打，他空阵说，妈的，我刚刚抓一个位置就遥感就自中了，那自一下他妈的发现我位置没站好。哎，老了，真的老了，我想站位置都没站好，真是的。嗯。